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2面，602面第一行，一表十波罗蜜。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辩证实地。我们学到能摧十种烦恼啊。这全是金刚术表法的意思。金刚术能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就十种真如，之后他就证实地，就表法的意思非常的深，非常的广，十种烦恼就是见思烦恼，也叫见思惑，或是迷惑，我们的见解错误了，思想错误了，这才有六道轮回的现象出现。如果见解跟思想都正确，六道就没有了。于是我们就明白，只要是在六道，我们的见解思想就有问题。那么这个十种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每一种我们都有。这个自己一定要承认。知过就能改过改过就能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从凡夫提升到圣人，提升到小圣，由小圣慢慢提升到大圣，到最后圆成佛道，像这个表法里面所说的辩证实地。思惑里面五种：贪嗔痴慢疑。这个五种都是造严重的罪业。三途是果报，它的业因呢，就是这个五种。这个五种我们要是不知道，不能把它放下，念佛求生净土只是一个缘，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五种思惑障碍了。什么人能往生呢？见思烦恼这十种都要能够控制住。
祖师大德常说，待业往生只待旧业，不待新业。什么叫新业呢？新业是现行，你现在还有很严重的这个习气，这个东西带不去。从理上讲，临命终时最后一念心是阿弥陀佛，最后一念里面呢，不夹杂着十种烦恼，这个人就决定得生。如果念头里面只要有一种，这个十种烦恼只要有一种，他就去不了了。啊，念佛念了一辈子，临走的时候心里很不高兴，发脾气了。他到哪去了？到地狱去了。他不是到极乐世界啊，或者临终的时候他的贪心没断，啊，念着亲情，念着财产，这个人到恶鬼道去了。啊，所以慈云灌顶法师跟我们讲，念佛人100种不同的果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什么样的人才真正能够往生呢？有把握往生呢？心里头只有一个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那就要真正修忍辱波罗蜜。你能忍呐？啊，顺境善缘不谈，逆境恶缘不嗔。啊，对人谦虚恭敬不慢。啊，一心念佛，读经不愚痴，身心净土不怀疑，这个人决定得生。啊，真正相信，真正发心，这问题解决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最后这个意思，我们发现他的障碍比什么都严重。啊，怀疑能把我们所有功德通通断掉，通通毁掉了。啊，我们凭什么能信？以前李老师告诉过我，啊，我们不凭别的，单单凭呢这2000年来，就是佛教到中国这2000年来，祖师大德他们有德行，有学问，有智慧，他们不是糊涂人，这些人都信，都给我们做出信愿行的榜样了，我们能不信吗？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的真凭实据啊。我们不是迷信的。啊，佛菩萨会骗人吗？
佛菩萨教我们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难道他还妄语吗？还欺骗人吗？啊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以大乘法里面说，他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我们的障碍很多，太多太多了。菩萨万缘放下了，就怕怀疑。是真的吗？确实是真的。你看看，这佛经上讲的，有许多菩萨听到净土法门，但是才怀疑。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啊，凡夫一品烦恼没断，到极乐世界，就能一生圆证无上菩提。这菩萨都是怀疑。啊，怀疑当然他就不修这个法门。修其他的法门很辛苦，不是短时间能成就啊。那么这种机缘遇到了，因为疑错过了，你说多可惜。诸佛如来感叹呐，叹息啊，这个凡夫善根福德并不深厚，哎，听了他能信。所以许多我们真是没有瞧在眼里啊，乡下人阿公阿婆问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教他念佛他就非常认真，他不怀疑啊。结果三年五载，他欲知实质，真的往生了。这个例子很多，说不尽的。净土圣贤录里头有记载，往生传里面很多我们亲自看到的、亲耳所闻的，这个例子太多了。这都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啊，所以不相信的自己应该晓得，那是自己的业障。啊，这个法门，诸佛菩萨诸上善人个个都说，难行易行啊，只要相信了，很容易修啊。果报殊胜，无比的殊胜啊。啊，所以不但自己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不能错过，与我所有有缘的众生都希望他们能够深信不疑啊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发愿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啊，如果我们用错了心，哎呀，我喜欢的人劝他求净土，
劝他成就，我讨厌的人，这法子不要告诉他。那是令法，或者是障碍他，阻止他，不让他往生。啊，不让他学这个法门。啊，这样做呢，这就是令法。令法的果报在三途，而且无论你是在哪一道，你比一般人特别愚痴，没有智慧。为什么？断别人的法身慧命，你所得到的果报。古德常说，杀人的罪不大了，你断人生命的，人家这灵魂49天之后他又来了，他又投胎又来了，断人慧命的罪重啊！你把人听经闻法学佛的机会断掉了，这个罪重，这个罪在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罪受满之后啊，你到人间来朦胧阴哑，没有智慧，这是什么？断人发生慧命的果报，很凄惨啊。什么时候你能够遇到正法，你会相信啊？那些人会遇到正法，遇到时候他不相信啊，这叫业障啊，严重的业障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啊。这人有没有？有，我们也常常遇到啊。你把这个劝他，他就是不相信啊，这就没法子了。没有法子，我们跟他做增上缘啊，他听到有个佛的声音，看到佛的形象，这所谓是业力耳根永为道种。我们把阿弥陀佛把极乐世界种子种在他80天里的去了啊，什么时候遇到缘啊，他才能起作用啊，那就不晓得了，那是他自己的造化了啊。但是我们可以肯定，不是来生后世就得到啊。他要许多事遇到都不相信，次数太多了，阿赖耶里面的善根累积的有一些了，慢慢他就接受了。这一生一听到就接受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过去生中跟净宗的缘分很深啊。过去生中没有修过，哪有那么容易就相信啊？啊，乡下这些阿公阿婆一听就信，也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修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所以在这一生生在一个穷乡僻壤啊，生活非常清苦，遇到这个法门他能信，教他念这句佛号他真念，他没有妄想，哎，3年5载他成功了啊，累劫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才有这种殊胜的果报，不是偶然的。
明白这一点了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啊，乃至于这些小动物、蚊虫蚂蚁啊，说不定他死了以后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。鬼神也修这个法门，畜生也修这个法门啊！我过去看到一本书，书的题目叫《卧有如此》，我说动物。这本书里面专门讲动物念佛往生的啊，都是真的事实。那这些动物是什么人呢？前身都是念佛人，临命终时一念错了，一念迷惑到畜生道去了。虽然到畜生道，他的善根很厚啊，听到念佛的声音，看到佛像，他会恭敬；听到念佛声音，他会欢喜。他就跟着学啊，善根福德厚的他真干啊，他也能往生啊，而且还有预知时至的啊，还有站着走的，在佛面前跪着走的，那是在忏悔业障。的人生修行没成就，变畜生修行成就了。为什么？知道做畜生苦。我们看不出来，你的细心去观察，他比我们用功。我们没认真干，他真干。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。底下一句是成十种真如，真如圆成实性大乘教里面说一切法有三种性，依他起心，遍及之心，圆成实心。这三种心，只有圆成实是真的。依他起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没有自体。叫依他起心，是众缘和合。第二种呢，遍计所知性，它没有自体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，它是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。譬如我们说时间、空间。这是遍计所知性。白法里面讲的24个不相应，全是遍计所知。我们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。圆成时，圆是圆满，成是成就。实性呢，不是假的。这实性是什么东西？这实性叫真如、真心、法性、
自信，这些名字意思都一样。啊，我们看这个资料里头，即诸法甚异，所谓一真法界，一界名为真如。啊，言真如者，真实而不虚妄，真就是不是假的。万法皆空，万法都是假的，相是假的，作用也是假的，心是真的。万法的自信叫真如，这个不是假的。这是真正的自己啊。啊，实它不虚。啊，所以底下讲啊，真实而不虚妄啊。它不是虚妄的。啊，如常而无变异。它是永恒的。他没有变异啊，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学得很多了啊，真心自信，他没有现象啊，他不是物质现象，他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啊，可是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都离不开它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所有现象的本体。它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现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它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生万法。他无相，他能现一切相。啊，所以他永恒，他没有改变。是真如者，这样说起来，那真如只有一个，哪有十个呢？哪有那么多呢？百法里面。无为法有六个，其实只有一个是真的无为，那一个叫真如无为，最后一个。前面五种呢，我们可以说它是相似无为，因为有为法的条件呢，它不具备。只好说他是无为啊，他不是真的啊，像虚空，虚空就不是真的无为啊。百法里面后面六个无为法有虚空无为，无为就是他不是造作的，他没有生灭，虚空没有生命，其实虚空也有生命，我们一般人看不到啊。什么时候虚空出现了，什么时候虚空没有了，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啊，没有明心见性不行，你看不到啊，这个东西科学跟哲学对它都无可奈何，无法解释
啊，那么这种现象，我们通常称它做自然现象。啊，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，这是有为的。啊，因为它有活动的现象，有生有灭，有变化。啊，虚空没有生灭，没有变化。啊，自信也是如此。自信是真的，是永恒的，啊，确实没有现象。啊，它怎么会现现象呢？这种现象是反应。啊，所以佛法讲两个字：感应。众生有感，它自然有应。啊，如果没有因，就不会现象了。啊，为什么现一真法界？为什么现十法界？啊，因，众生是有心去感，有为，自信无为而应。诸佛与化身菩萨都明心见性。都契入这个境界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都证得真如了。啊，虽然证得真如，有人真的是圆满的，有人是属于分证的。真得了，没圆满。于是，境界确实有差别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菩萨证得真如，还有41个阶级。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通通都是圆成实性的，都证得真如，明心见性的。为什么还有41个阶级？啊，我们通过这几十年的学习，逐渐逐渐体会到了。啊，无事无明烦恼真断了。无事无明烦恼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这些人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叫无明断了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通通断尽了。圆教初住就断尽了，断尽了就证得圆教初住菩萨。法身大士啊，是诸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，通通都是这样证得的。那还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了。啊，所以十报土是平等世界。真平等啊，为什么还讲41个阶级？我们知道无明断尽了，无明的习气没断尽啊。你看见思烦恼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
习气没断。啊，要到辟支佛，见思烦恼习气断掉了。啊，菩萨，十法界的菩萨。尘沙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习气没断。啊，那尘沙烦恼习气断了呢？断了就是十法界的佛了，他又升一级了。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下面两种烦恼连习气都断尽了。啊，见思跟尘沙，习气都没有。啊，他有无明烦恼，就是起心动念，无明烦恼断掉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那我们就知道十法界是谁制造的呀？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有十法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没有。正如同我们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谁造的？见思烦恼造的。见思烦恼一断，他就出轮回了，轮回就不见了。无明烦恼一断呢，十法界不见了。所以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像一做梦一样啊，梦醒了，梦中境界突然都没有了。啊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十宝庄严土去了。啊，无明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习气呢？习气没断。我们这就晓得了，十宝土怎么来的？无始无明烦恼习气变现。那个习气啊，是断尽了。习气断尽是十宝庄严都没有了啊，那个没有了，再现出了什么常寂光土啊？常寂光土只有一位妙觉，妙觉住常寂光啊，等觉以下了四十一位化身菩萨住宝土。妙觉住常寂光了，完全回归自性了。啊，所以真如说他十个，你看这个后面有解释，说真如者，虽真如性啊，说无差别，确实没有差别。而虽甚得假立实种。深入真如之德啊，这个德就它起作用啊，它就德用上所有十种啊，真如体是一个啊，这个德用从什么地方显出来的呢？感应当中显。众生有感，它就有应了。应里面呢，就有这个真如不同的作用。啊，因为应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，应所质量。你看众生心是有感啊，这化身菩萨有应啊，这个究竟果佛就是妙觉在常寂光里头有应，也有应
啊，所以常寂光不是死的，活的。我们现在的话说，有机体。啊，因为它有感应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知道，动物有感应，植物有感应，矿物也有感应。啊，连一个尘沙有感应，一个原子有感应，一个量子有感应。为什么？它全是有机体。为什么有机体？它是真如变现的。真如没有生灭，真如在哪里？真如在万法。一真一切真啊。如果从真如来讲，法法皆是啊。所以一切法就像网络一样，彼此感应道交。啊，那么现在科学家称为这个现象叫信息场。它没有形状。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。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但是它存在。怎么知道存在？我们有感，它就有应。就像我们怎么知道有佛菩萨存在？我们诚心诚意求爱，它就有感应给我们。我们怎么知道鬼神存在？古人祭鬼神，那鬼神祭祖宗，祭神如神在呀、啊，那一种真诚恭敬，一点不怀疑，有感应呢、啊。啊，中国古人祭这个鬼神，是祭自己的祖先。那个不是一般的，啊，这是孝道，纪念祖先，真诚在祭典里面，啊，主祭的人真诚，你看在祭典之前三天要斋戒沐浴，要贫洁外面，就好像闭关一样，三天。啊，这三天想干什么呢？专门想祖宗，啊，想过去的父母、祖父母，啊，你想三天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到你正式祭祀那天呢，你感觉到他在，而且有时候还听到他的声音，他说应呢，有感他就有应呢。我们对佛菩萨是用这种真诚心有感应的。啊，佛菩萨现身给你看了。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每个人真诚心程度不相同，那感应也不一样。意思有敏应，有显应。敏应显应程度上也都有差别。我在香港，过去圣依法师曾经告诉过我，啊，那时候大陆还没开放，
他到大陆去，潮汕，啊，三个出家人，当时还不错，地方政府还接待他们，他们从香港去的，到普陀山就拜观音菩萨，在潮音洞，啊，潮音洞感应特别强烈。啊，三个人出家人在洞门口拜观世音菩萨，拜了半个多钟点，菩萨出现了。非常欢喜，都看到了，三个人都看到了。啊，离开之后，他们在路上彼此就交谈。你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你呢也看见了，你看到是什么样子？他们三个人交换意见。圣义法师看见的，就像我们看的地藏王菩萨样，戴的是那个毗卢帽，全身是金色。啊，看到是这个样，观音菩萨。另外一位法师看到是白衣观音，是个女像。啊，像平常我们看到画的白衣观音。啊，第三位这个法师他看到是比丘像。啊，是一个出家人的像。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呢，应以什么心，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呢？不是随观音自己的意思，这个你要知道。观音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那你看的像不一样是，是你自己的心。啊，当然，圣严法师看的是像是最殊胜。菩萨身金色，啊，戴毗卢帽啊，啊，那么看到是这三个人修行功夫不一样，沉浸心不一样，看到菩萨现的身也不一样了，他真有印嘛。啊，圣严法师不是欺骗我们的，啊，都是真的，叫感应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真如其用啊。啊，我们看，啊，这是《佛学次第统编》里面讲的，啊，第一个是。变心真如，为此真如二空所现，无有一法而不在乎。这二空是什么？人空、法空。真如在哪里？真如就在人法之中，你见不到。人法要离开真如，它不能现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：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真如就是真心。就是自性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！我们用哲学的名词来讲，它是本体。
啊，没有体，相从哪来？没有相，哪来的作用？啊，体相用是一二三三而已，有相有用，决定有体，体是真如。啊，体是一个，相有千差万别。啊，作用也有种种不同，体是一个。所以诸佛如来他见什么？他见体。啊，他见到体了，所以他才晓得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我们讲变法界虚空界这一切法，一个自性变的，肯定了啊！一切法的关系是一体，一个离体，这个离体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，这个关系都密切。这个关系你找到了，你证实了，这就叫明心见性，这就叫见性成佛。成佛之后你恍然大悟，变法界虚空界是谁？是自己。是一体。啊，所以信德自然流出来了。这信德什么？大慈大悲啊。大悲是怜悯心。啊，同体大悲啊。我看到这个众生还在卧倒，还在三途。啊，自然你就会去帮助他。那为什么他跟我同体？他不是别人，他就是我。啊，无缘大慈啊，慈是娱乐，帮助他离苦得乐，就像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完全一样。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人空法空，在这个里面显出去，无有一法不在。啊，叫变心呐。第二呢，最甚真如，为此真如啊，具无边的，于一切法最为甚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要比较。体相用，这三个哪一个最殊胜呢？体最殊胜，体能现，能生能现。啊，现象和作用都离不开本体。啊，离开本体，相用不可得。相用无量无边呐，所以真如的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啊，真如，你看什么形象都没有。啊，但是在无量无边形象里面，展现他的心。啊，心得
于一切法的当中啊，最为深故。哪些是心的？与自心完全相应，纯净纯善。他现象我们才知道，他不现象我们见不到，明心见性的人见到啊，对我们很凡夫来说，佛法里面的德是善是德，心德六波罗蜜是心德，我们前面念的十波罗蜜是心德。啊，在中国传统圣贤教育里头，五伦是心德，五常是心德，四维八德是心德。他的体就是心德，啊，我们如果把这些心德发挥出来，作用太大了。啊，我们常常提醒同学，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，啊，告诉我们同学，我们印成这一章告诉大家了，这里都提出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，信得了。啊，与心德相违背的也算是德啊，它不是善的，它是不善，它是反面的，跟心德相反啊。为什么会反面相反呢？迷了，心德就变质了。怎么迷了？为时所限啊，所变啊，为时所变，时是迷不是求啊，啊，阿赖耶是迷，摩那是迷，不但迷，而且他有相续的能力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迷啊！啊，迷了，所以就变成贪嗔痴慢疑了。觉悟呢？觉悟了，它就是仁义礼智信。人是慈悲啊，儒家讲仁。佛法讲慈悲啊，意是什么呢？意是义务。佛法里面讲的是无缘同体，这是义。大慈大悲那是人，那是信德了。说法不同，意思是一个啊，理是戒律啊，智是般若，性是真诚，
净啊，这是信德了。无边，具无边的心得了。这些在一切法里头最为殊胜。啊，迷了之后呢？迷了之后，那就最孽了，不是最深了。啊，迷了之后，变成贪嗔痴慢疑。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的病根、病因呐。啊，也可以说一切变根本。啊，所有一切不善法都从他生的。啊，怨恨恼怒烦是从他生的。它起作用了。啊，有因有根，啊，有一起作用了，这个作用是变缘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我们身体不舒服了，身体长病了，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有灾难了，啊，有水灾，有旱灾。有火山爆发，有气候异常，啊，有地震，有海啸，什么事情都发生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病的果。你看，有因，有缘，果报现前了。果现前了，后面呢？即苦。一切苦痛啊，甚至于要命啊，生命的丧失了，自然的灾祸，这是报应呐！因缘果报如是啊！啊，怎么对治呢？心得能对治。啊，所以我们提出来，仁义礼智信，这中国人自己这种东西。啊，要是佛法呢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戒定智慧。啊，真诚的爱心，这是要啊。这些不善的因缘果报统统都解决了，所以真如最深呐。第三，顺流真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为此真如所留之教法与余教法极为深故，这一解释明白了。从真如所留的教法是什么？大乘，跟诸位说，啊，佛法里面有实有权，佛依二谛说法吗？依真谛就是实，依俗谛就是权。啊，《法华经》上告诉我。说的究竟，如来出世，唯说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，出佛方便说。那一乘法就是真如顺流，从真如所留的一乘法。二乘、三乘是佛的方便说，那就是余教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法，
是不是真如所留呢？是的。为什么？这个法叫我们一生成佛之法，叫你一生成佛之法，就是自性里面流出来的。啊，大乘，自性里流出来的法多少啊？84000法门，都是圣流。啊，佛为什么流出这么多法门呢？众生根性不一样。啊，我们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。啊，众生总是喜欢挑选合自己意思的来学习。啊，不合自己意思就不想学。所以佛流出无量的法门，啊，四弘誓愿里面说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无量全是圣流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法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不是一法了，而在这一切法里头，最方便。最快速的，最有效果的，无过于净土，就是没有能够超过净土的。啊，净土最容易，最稳当，最快速，而且成就最高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做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这是其他的，同样也是真如流露出来的，不能比啊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第四，无摄受真如，为此真如无所细数，非我智等所以取故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真如不属于任何法门。真如没有离开任何法门，它是一切法门的本体。啊，那不善法呢？不善法也是从它流出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净法、染法、善法、恶法都是以它为体。为什么会有染净善恶呢？迷雾不一样。啊，这就是能变的实不相同啊。啊，事心很复杂。所以把真如能现所现之法扭曲了，六道轮回无中生有啊，四圣法界还是无中生有啊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为识所变。啊，当然它先有所现，然后你要起变化，你把它扭曲了。啊，扭曲就是不自然了，就是有违法。啊，自然的呢，那是真如所现。真如能显能生。啊，能生能现的是什么境界呢？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，那个里头没变，
啊，那是自然现象。啊，设法界呢是变了，那叫有为的现象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心理现象、物质现象。这是心识所变的啊！那我们知道，真如是它的体，是它的理论依据啊，它不属于任何，不属于净，也不属于染，不属于善，也不属于恶，为一切染净善恶作本体。第五种类别啊，类无别真如，为此真如，类无差别，非言等类有异故。啊，言等，这个等就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。啊，根有异，境界也不一样，可是真如一样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都是真如为体。啊，随真如，在无量品类里头，它没有差别。啊，就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，荧幕没差别，荧幕里头所现的像啊，千差万别。可是没有这个荧幕啊，那像显不出来。啊，荧幕能把千差万别的像通通显示出来，它不是现象。它与千差万别的这些现象不相干啊，但是它能现啊，就这个意思。第六呢，无染净真如，意思我刚才讲过了，为此真如本性无染，亦不可说后方净，不能讲先染以后就净，不是的，不能这样说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根本就没有染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头一句就说这个事情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这个清净，不是对染污说的。啊，染净与他不相干。啊，染净是从哪里？是现象里头的。就像我们看电视，是电视里面的现象，有善有恶，有染有净。啊，电视屏幕上没有染净，也没有善恶，它什么都没有。这个要搞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才晓得它是真的，它永恒不变呐、啊！啊，不是我们哦，把染断了之后我们就净了，不是的。那现在我们要不要断恶修善？要。为什么？我们完全在染里头。啊，这是放下
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的一种手段。这是修行里面的方便法，我们用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放下。啊，真放下了，境界提升了，放下见思，证得阿罗汉了；放下尘沙，你证得佛菩萨了；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大彻大悟，见性成佛了。啊，见性成佛之后，你就入这个境界了。无染尽真如，真如没有染尽，见到了，像慧能大师一样见到了，没有染尽，没有生灭，没有动摇，哎，能生万法。啊，法无比真如，为此真如虽多教法，种种安立而为一故。这个法是什么？法是如来的教法，千经万论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是如来的教法。啊，教法虽多，里面讲的种种不相同。啊，但是真如，真如是原理，总的原理原则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千经万论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自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那么再说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法都不离真如，都不离自性。凡所有相，无不是依自性而现出来的，就是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全是他出生的，全是他显现的。啊，有这么多的差异，有这么多的变化，那是实的问题。啊，这大乘教上佛常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想是什么变化？没有心想，就没有设法界，没有六道，就没有变化。没有变化是一真法界，就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土是能生能现，啊，真如所生所现的。啊，设法界，设法界是通过阿赖耶把一真法界扭曲了，产生极大的变化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实现。把自性里面的般若扭曲变成我们的烦恼。佛经上说烦恼即菩提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觉悟了就是菩提，迷了就是烦恼。啊，把无量的等
真如的德能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今天造业。啊，把真如里面的相好，你看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。我们把相好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今天我们地球上这个样子，怎么变的？今天地球这个样子，注意想想看，是不是贪嗔痴慢疑？怨恨恼怒烦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这个呢，这实里头的，心里头没有啊，自信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啊，没有怨恨恼怒烦的，啊，实变的呀，是迷惑，迷惑颠倒才变成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，啊，所以法无别真如，此地法狭义的意思就是指佛。第八呢，不增减真如，啊，为此真如，立增减之，这是执着。真如没有增，也没有减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染不净。不长不断，经上这一些句子都是形容真如的啊，所以它不随染净有增减哦，随净哦，它就提升了；随染啊，它就往下降了。没有真如，没有真如所现的相有，你看随清净是一真法界啊，十八土。虽然无呢，它就减了；虽然无变成什么？变成四圣法界，方便有余土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凡圣同居土，所以随相它有增减，随作用它有增减，随体性没有增减。啊，真如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，不增不减呐。换一句话说，它永恒不变，在佛法界如是，在声闻缘觉也如是，在天人如是，在恶鬼地狱也如是，乃至于在花草树木如是，在山河大地也如是，在虚空法界还是如是，从来没有增减啊，从来没有产生过变化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不受一切境界的干扰啊，不受一切境界的影响，真正做得了主啊！啊，即此也名相土自在，所以真如啊。
相是现象，啊，土是物质现象。那么此地这个相呢，自然就包括了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。啊，精神现象，今天科学家称它做信息场，用这个词来代表，用场做代表，信息场、能量场。啊，能量场是自然现象，信息场是精神现象。啊，也就是佛法讲的识。那个能量呢，也是佛法讲的念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：“啊，心有所念，要凡夫起个念头，心有所念。”有几念？这一句话就是今天科学家问的能量场。有几时？那就是信息场。有几相？那是物质现象。3000年前的佛所说的啊，3000年后的今天，被科学家证实了，你能不佩服吗？你还能不相信吗？将来这佛法具足诚信的人是谁呀？是科学家。他们对世尊真佩服，一点不怀疑。为什么呢？早在科学，比科学早了3000年，而且他的境界现在科学还不能完全达到，啊，还只是一少部分。啊，佛法确实太圆满了，太高深了。那我们要问佛怎么知道的？科学家发现的是这么多年科学经验的累积，一代一代，啊，这些机器不断在发明，啊，精密的仪器帮助你观察。啊，佛怎么知道？佛从禅定当中知道的，他不需要用仪器，用定功。什么叫定功？放下就是啊。真如一尘不染。真如就是真心的，禅定就是真心现前。啊，真心能生能现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阿赖耶的四分里头有一个正自证分，正自证分就是明了。啊，自证分好像一盏灯，正自证分是这个灯的光，你看这个灯的光能照外面境界，也照到自己这盏灯，它也照到内外通照。啊，他怎么不知道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定是真正的枢纽啊，
我们要不要修定？跟诸位说，与真如相应的全是禅定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。我们念佛是不是？是啊。大家现在有很多误会，一提到禅定，一定就是打坐念笔，这叫禅定，错了。打坐念笔是八万四千种里头的一种。啊，八万四千种的方法，它的原理原则是不变，就一个。什么呢？放下、执着、分别、起心动念，就这个。啊，佛说出这么多方法，善巧方便呐、啊！啊，你看修行确实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啊，到最后却是殊途同归，回归到自性。啊，回归到真如。啊，下面这一句说得好，为若证得此真如矣，现象现土俱自在故啊。哦呦，这神通可广大了。证得之后，现象现土都自在了，是吗？是的。何以见得？你要晓得真的这个真如是什么人呢？证得而没有圆满是化身菩萨，证得圆满是妙觉如来。设法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因。应的时候一定是现象，一定是现土。啊，怎么现？随众生现现，不随自己，随众生现现。我们在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里面看到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那是举例子，三十二种例子。不同的例子告诉我们，能现一切身，能现一切土。在哪一界就现哪一界，而且都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这是告诉我们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时间空间全是假的。啊，真如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真如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。啊，所以现象现土啊，俱自在故，这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一点都不错啊！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要亲证真如啊！真如是自己的本性，是自己的真心啊！禅宗里面说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我们要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。
啊，这就叫真得真如啊。第九个是智自在所依真如，为若得此真如矣，于无碍界得自在呀、啊，解是智慧，无碍是没有障碍了啊，也是我们一般宗教里面所讲的赞美神，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对神的赞美。其实神还有所不知啊，见性的人才真正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得明心见性才行啊！你看这个地方说，若得此真如，这就是明心见性。你得到了，你见到了啊！你对于变法界、虚空界。一切法，一切现象，得无碍界，完全通达明白了。啊，佛教给我们用一个法门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常识到什么时候呢？有没有止境呢？有。至于何时？至于你见性。啊，或者我们这样说法。至于你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你就见到真如了。见到真如之后，就像此地所看到的真如的代用，你统统具足了。这十种作用，你统统具足。啊，实在此地。是表法啊，实际上真如作用呢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，不止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也是表法的啊，确确实实，你在虚空法界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没有一样你做不到的。啊，那用我们现在一句话来说，恢复了自信的本能。啊，这十种真如不就是自信的本能吗？学佛为什么就是为这个？绝对不是为名闻利养。如果人要是落到名闻利养去，就完了，真如全不见了。什么东西现前呢？烦恼现前啊，你的贪嗔痴慢现前，你的自私自利现前，你的名闻利养现前啊，在果报上呢？你的三途地狱现前，就全错了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晓得，
你要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真如是真的，真如所现这些幻象却是假的。不但六道十法界不动心，没有贪念，没有嗔恚，就连一真法界诸佛菩萨的十宝庄严土也不可以贪念啊，对他也不起心动念。你是真正的了啊，稍稍起心动念就堕落了。一米一千米，一觉是一切觉啊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。一切法都是假的，你管它干什么？你想它干什么？不需要了啊。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，什么东西最可贵？清净心最可贵。你清净心为什么不能现前？妄念太多，疑惑太多，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因为有疑，你才有问呢。你不疑就不问了，因为你有疑，你心不清净啊，清净心不能现前。什么时候不疑清净心现前啊？为什么不疑？全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不但世间一切法都是假的，佛真是讲得好啊，佛法是假的啊。金刚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什么？法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演的所说的一切法，要放下，你才能够证得真如。你要不放下，永远不能证得。所以我们学佛，不要把佛法当作知识来学习。知识什么？追根究底啊。要把它当作什么来学习呢？当作其如心性来学习。它不是知识，它是真实智慧。智慧从哪里？从清净心来的。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，平等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这经体上说的好啊，清净平等，后面就觉了啊。清净是真心，平等是圆满的真心啊，后面自然朗然大觉啊，至自在所依真如就现前了。这个智是自心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从外面来的都有碍，自性里面所悟的没有障碍，所以称之为自在。啊，幕后一条，业自在，
等所依真如，这个不得了了。前面一条啊，离思无碍，后面这条事事无碍。啊，也是事啊。正在造作的时候叫做事，造完了以后叫做业。啊，所以事业通常是连在一起。啊，事是讲现行，业是讲影响后果。所以你造善，造善事，后头就有善业，善业赶来的善果。你造恶业，啊，造作的时候是事，借的是恶业，恶业感得了是恶报。那业自在，这还得了啊？这事事无碍啊，华严最高的境界。为若证得此真如意，普与一切神通作业总持定门戒的自在啊！你真得大自在了，没有一样不自在。啊，这句话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谁做到了？明心见性的人做到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佛法无论是哪个宗派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叫你明心见性。啊，我在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有一次我提出一个心得报告，我是用图表画的啊，送给老师看，老师看了很满意，给我加了个箭头。啊，因为我们是求生西方净土。啊，后面有也我也并列的两个并列，先求生净土，然后得什么呢？明心见性。啊，老师把求生净土画一个箭头，指着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一个箭头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啊，我这个报告就圆满了。啊，也就是说无量法门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明心见性，念佛不例外，往生净土还是明心，这才是大圆满呐！明心见性，你得的地球离世无碍，第十四世无碍啊！这是《大方广佛华严》呐！啊，这是真正的一乘法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，我们的学习方向目标就确定了。啊，我要用怎什么方式来帮助自己？啊，早一天明心见性，这个方法在我们面前，就是这一部经。就是这一句佛号，真正把这部经参透了，
帮助我们两桩事情。第一个是信心不逆，第二个是愿心坚固，这两个保证你往生。欧耶大师讲的，能不能往生净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，这才叫真心切愿啊！你对于经中不了解，极乐世界不认识，阿弥陀佛不熟悉，你的心愿怎么会坚固？这不可能嘛！啊，你肯定还会想三想四嘛，你心里犹豫不定嘛。真正参透了，定了，定了什么？定的样子什么？放下了，千经万论放下了，事出事法放下了，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经对我们起的作用就太大太大了啊！决定我这一生这个成佛关键的所在啊！啊，真正进入这个境界，这个世间什么样灾难与我不相干了，毫无关系啊！啊，我们已经在这个法门里得到解脱了。这经教的功德有多大？无与伦比啊！所以普于一切神通，一切神通就六根，天眼、天耳，所以说是六通三明啊。作业，这个作业是教化众生的事业啊，佛的事业就是这一门呐。啊，宗旨是总纲领、总原则抓到了。总纲领、总原则是什么？我感激张家大师，头一天见面他就给我了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这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不能不放下，放下就看破了。啊，看破你就更放下了，你就放得好自在。啊，身心世界一尘不染，不急不离，我在这里面得大自在。啊，不急是什么？心里头没有。不离是什么？我身在此地，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心里头丝毫不染啊。心是清净平等觉啊，事是跟大家一起过日子、过生活，快快乐乐。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到十种真如啊，下一堂课我们来学辩证圣谛啊，那真苦了。